喂。这是报告大人，属下侄女二宝暑假无事可做，昨日来此厅堂一游，所以有才情，爸母教了未歹。椅子垫高，垫高。王雕，在。根据四月天南方的讲法，本来要出口几落火贵的含苞兰花到美国，转机未到，花不得开。不过因为你啉烧酒，冷水过了工，未记开冷气，待你起来了，满园的花开甲满满是，害人头家聊到血本无归，是也毋是？敢讲毋是个冷气有问题？还是那刘祖啊？啊啊啊！要安怎叫？包大人，包大人，伊讲袂差。那是好好照顾，一盆兰花会当活过六十年呢。我看你是把兰花卖掉去饲你的酒坛。大人，处理非常的干巧，我看若无甲用刑，伊是袂认罪啦。用刑。是。